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，上期回复。我们四个人真的是太久没见了。我是想打年糕，来你们锤，来锤锤锤。今天晚上吃饭估计打不起来了。一般就是节目结束才哭，你怎么开张就哭？谁要节目组第一期就请他们来着？对我还是不一样的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！哇、wow、哎，起来了，你们，早安，都起来了啊！我去做早饭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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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啊，妹妹。早。哎，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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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赶紧洗个脸。在这做饭，每次最多的挑战就是生火，砍柴烧火，砍柴烧火，就这个，没别的事儿。还要砍柴吗？是不是没柴火了？来了，柴火妞了。煮了奶，可以加一点那个特仑苏做奶茶和奶咖。砍完柴过来泡咖啡，泡完再回去砍柴，真是粗活细活都是你啊！啊！服务员，服务员。来，来点茶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这还有一个。来，服务员，还一杯。来，好，一杯带奶，一杯不带奶。一杯带特仑苏的红茶，一杯不带。来，我们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都做得很开心。你喊服务员，马上有好几个人。哎，对，砍柴也砍得很开心。你们这个流水线又有一种要把整季的柴都劈出来的感觉。对这一季，其他来宾不需要再砍柴了。也许你会被留下，因为你砍柴太优秀。对，你作为砍柴工被留下了。对。哎，我昨天锤完那个瓷娃呀，这块全是肌肉已经能起来。
不是肿的吗？哎，真的哎！谁说肿了？我以为是肿了呢。你上面一个呗。肌肉肿了吗？就是。你竟然有肌肉，可你肚子没有腹肌。哎呀，这都得练，慢慢来，不能我练一天它就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练了，你练了。快要下雨了。生活气息下来了，飘落下来，远方有个女孩，她从雨中慢慢地走来，小女孩，你是否轻易隐藏笑容，小女孩。这紫薯放进去，这个粥跟你的衣服的颜色特别的像，你看你刚我一打一看这俩。那么一天你是快洗手上桌下来为我们俩共度。哎，有点下雨了，来坐吧，来媳妇儿。这个炒面比昨天更好吃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这饼太好吃，好香。这是一个会让人长胖的节目。啊，才知道。不不不不不，如果你天天打糍粑的话呢，就一定不会长胖啊。那得天天比比都得来。我不想打了，我不想打了。那个会。交给比比带走。妹妹，你那边那两瓶牛奶是冰的吗？是的，你俩是在比赛吗？哎呦，哎呦！好，走了一个你哥，来了一个你妹。哎呀，你要洗吗？没事没事，对不起，我自己冷静冷静。我们到时候拍个视频，快把我妹带走。快把我哥带走，第二步，快把我妹带走。啊，还差不多了，我去弄米粉。哎，来，咱们一块试验试验做这个米粉。哎、再来点。等我把它转匀点啊！这个要盖多久啊？30秒，通常一秒钟就是一秒钟，这样就是一秒。啊？你就念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、四秒钟、六秒钟。放下定快速，你数早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。5秒钟、6秒钟、7秒钟、8秒钟、9秒钟、10秒钟、11秒钟、12秒钟、13秒钟、14秒钟、15秒钟、16秒钟、18秒钟、19秒钟、20秒钟、21秒钟、22秒钟、23秒钟、24秒钟、25秒钟、26秒钟、27秒钟、28秒钟、29秒钟、30秒钟。这张肯定完美。这张不完美，就是黄磊。那是你的那这张不对。我怎么也得这张都完美起来啊！哎呀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我一定不能把它撕坏了。哎，完美，有了，有了。我，最完美的这张。超完美一张。这个厚度也可以，对。
干嘛？什么照片？不可以生气，提前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我脾气这么好，你见我生过气吗？你见我生过气吗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没事。我这谁 P 的？我不删，我绝对不删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。这没 P， 我打死不信啊！这没有。这何老师，你快看，快看。你说这是我吗？这不可能。你说他们没 P， 我真的不信。这肯定 P 了。真的没 P， 真的是。我怎么样可能变成这样子？你们这是对我人格的一种侮辱，侮辱。手机准备好，准备翻拍。这个没 P 你们信吗？这个不是啊，这。这不是照片的问题吗？这是我真人不长这样吗？为什么？你瘦个20斤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真的，我这次啊，我这次有没有机械？从下一期开始，我每次吃饭不会超过一碗，一碗打住了。如果超过了，我就一个人打糍粑。是这么大的碗吗？我真的会瘦的，你们相信我一下好吗？我看了这张照片，你们而且告诉我是没 P 过的，我的心里啊，就仿佛鲜血在滴。这啊，哎，千万不能发给我经纪人哈。朋友们，我们雨停了，我们在外面拍个合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，三，好好拍啊！三二一，每个人都签个名。看这照片拍的蛮好的，还是美的，还是美的。好想在旁边写一个胖子，来，走，散了，散了。妹妹，你也跟着哥一块去送一下吧。好，原来是哥哥跟弟弟送，现在哥跟妹妹送。对，好吧，好了，走了，好，好，好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汪老师，拜拜，再见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预备唱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木桂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叔叔拜拜，叔叔拜拜，二叔。短暂的与世隔绝，无意识的放空，多变的天气，宁静惬意的村庄，一群热爱生活的小伙伴们。2019，我要继续拥有更自由的灵活。记得有一次跟黄磊聊天，他突然说，苏俊，你写首歌叫做不虚此行，这次来向往的生活我知道该怎么写了。我向往的生活有靠山，家人朋友，有良田，还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。跟几位老友能够过着朴素的生活，所有的烦心的事情抛到一边，怀念我本真，挺好的，仿佛回到了儿时，非常的温暖亲切。希望能够常来蘑菇屋做黄老师的小帮手。拜拜，瘦个20斤啊，瘦20斤，一切烦恼就没有了。对，不要再不会有马不停蹄的受伤了，马不停蹄的快乐，对，瘦个20斤，拜拜，一路平安，拜拜。拜拜。
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哎，你看我这块肉熏的有点色了。也有色了吗？哪个？这是我熏的呀。啊，对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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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，有色了耶。那是我弄的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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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这我可以赚一天。你试试。哎，我原来真的很厉害、啊。因为有麦在上面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小时候可厉害了，玩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衣服。怎么又跟衣服有关系了？哎，真的，你相信我好吗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啥情况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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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感觉了。这样是不是能收肚子？哎呀，爽啊！你可不可以挑战一下自我，转的优雅一点，转的优雅一点吗？这个咋优雅？来去，怕不怕？厉不厉害？这个怎么转的优雅？就是不要。这不就这样转的吗？你来试一下。你转的有灵魂一点。你不也差不多吗？摄像老师，这两个转姿有这么区别大吗？你觉得可以一边转着它一边走吗？我可以，这都小意思啊。哦。我们爱你。哎呀，受到了打击。哎，给你带了个礼物。什么东西？我带你看个礼物。你上来啊，这个礼物。好。你在这儿呢，闭上眼哈。嗯。我不说睁开，你不要睁开。嗯。然后我做什么指令，你叫那个什么，你往前迈一步。你往前迈一步。我不要往前迈。往前迈。别搞我。往前迈，我往前。没事没事，往前吧，往前。不不不不不，踩上了吗？不不踩。什么东西？你一只脚，你对对，这儿，再一只。来，别动我脚，我自己能迈。对。哎呦。体重器啊，看你多重。你站上来，站上来，站。应该这样。142。你是不是跟我说你减到130多？是130多。然后你现在142。没有没有。没有。减肥吧，你减肥吧。怎么可能？我早上才称的。140，你的目标体重是多少？120。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小杜，小杜，在呢。晚上8点提醒鹏鹏只吃一碗饭。好的，我会在晚上8点提醒你，鹏鹏只吃一碗饭。好的。这都可以啊。哎，何老师，这地是不是该弄了呀？咱俩看一眼去，走，妹妹，咱看看，咱也得规划规划了，就是要把这些土弄松，对不对？这儿得犁，这地都得犁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穿来穿去的。青蛙嘞！我的妈呀！蝌蚪，好多蝌蚪。哎，有一只在外边的，你看。啊嘿，这青蛙，我跟你讲，这青蛙好吃啊。啊？这。我去看看圆白菜。包菜。啊，包菜都行了，今天可以这两天把它收了，开花就不能要了。收了之后，咱们把它洗的跟咱们上次做梅干菜似的，做咸菜，好好吃。我想去看看我的牛，很累啊，家里产业太大了，对对，全部看一遍相当辛苦的。行，你有钱。哎呦，叔叔，天霸，天霸，你看肚子那么大了啊。怀上，你知道？怀上了，我知道。啥时候是5月份生吗？天霸妈妈，多吃一点啊。
叔叔，我给你刷一下。哎呀，舒服不？不好意思，我手摸一下啊，哇，它的毛超级软，做成块地毯，你知道？黄老师眼中都是实用品，找根笔，我给他身白的地上签个名。此牛属于我，此毯属于我。走吧，走，回家。逗你玩的啊，不会把你做成地毯的。走，回家喝茶去。嗯。咱来盘算一下干的事儿啊。好，现在第一还不知道是哪几个倒霉催，不是哪几个好朋友要来啊，来赶上离地这一波，这样一个盛世啊。来来喝茶，沏好了。电话响了，去吧，妹妹也去，妹妹也去，妹妹去接，注意服务态度啊，对，注意服务态度，不要太客气啊，注意服务态度。接，我去洗个手啊。喂，哎呦，是小张吗？啊，对，我是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洗手啊。啊，我是你花阿姨呀、啊。啊，我是你花阿姨呀、啊。哥哥，你还是过来吧。来。怎么了？喂，你好。我们要点菜啊。哎，好，您说，我记着。我想点一个烤全羊。烤全羊？烤全羊？烤全羊有吗？烤全羊不一定有啊。啊，不一定。因为那个羊怀孕了。这那我不行的话点个羊肉烩菜吧。羊肉烩菜，实在没事我问问黄老师也行啊。就这样啊。好，行，完蛋喽，点一只烤全羊吓到我了。开玩笑的。问题你开玩笑，当时黄老师当真了怎么办？何老师当真了怎么办？不会真的给我们来一个烤全羊吧？黄老师，何老师，有人要吃我们家羊。什么意思啊？要吃烤全羊？太好了！我一直找不着客人把它弄了。他指明说要吃天霸，没有吧？他们说，如果实在不行，烤全羊就是羊肉烩菜。羊肉烩菜，对。哎，吃什么呢？没事，他吃菜叶子。不是你们。有什么可凶的呢？就一点菜叶子，他集体行动。谁会？小郭回来了，小郭，哎呀，哎呀，仔仔，宝宝仔，哎呦，这情商高，就这个情商高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那一招是什么意思？从老远的地方跑进来，一头扎进来啊？你是什么是怎么想的呢？你啊？撒尿。尿了。哦，这他尿的呀、啊！哎呀，仔仔，仔仔，仔仔，你赢了啊，宝宝仔，哦，刚才在尿啊！你把我当厕所呀、啊？你是啊，郭妹，你现在假装一副世界祥和的样子啊？好像有客人，他们 ，Hello， 哎呀，林花和曾毅来了，欢迎 ，Hello， 这来且了是吗？黄老师，哎，黄老师吉祥，欢迎，好像感到是我家一样，我欢迎。哎，好久不见，欢迎，来、哎、先参观一下去吧。我们算是今天到家了是吧？对，请进来。好有文化的感觉啊。是的。而且特伦苏还是用蒙语写的，特伦苏。哦，说的是蒙语是吗？特伦苏其实是它汉语的意思，就是特别好的奶的意思。特伦苏，丰富的奶。怎么说？特伦苏。特伦苏。特伦
润素。推润素了。推润素，哎呀，广告打大了。还好是我家乡的。对，然后楼上，你看这里还有个小小的庭院，然后那里是个大阳台。哎呦，你看这多美，我们这儿。这鱼头，是是是。这个我们今天要去借一个牛，借个牛，借个犁，把地翻一下，叫犁地。犁地，你懂吗？我懂。哎，他懂哎，孙毅懂。就拿那个东西，那牛在前面拉的，你到后面，扶的。我从来我高手就一个人就完成。那有曾毅这样的高手，一个人就搞定了，一个人就搞定了。这话说他自己说，高手一个人就搞定了，行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哎，你看又有电话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啊。你好啊。Welcome to Mogu Wu. We want to order some dishes for us. Okay, order water. You want to order water? 其实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我order 一盘毛氏红烧肉。王老师，毛氏红烧肉。这红烧肉还毛氏红烧肉？No problem. And what? 我的这位哥哥他想吃一个蛋炒饭了。蛋炒饭啊，蛋炒饭也没问题。OK 了。好，那个能来了能干点活吗？啊？可以吗？Hello， 说到干活就没事了。不要太辛苦了。对。旅途上很劳累的。旅途上很劳累，所以不能干太多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OK。我们在这里 waiting for you。啊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下午见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谁呀？没太听出来，俩人。绝对听不出来是谁，不，但是你演电影那个，他有可能那个有点像，有可能。来喝口热茶，花儿。这个要洗吗？要洗。这个是莴笋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好香啊！曾毅把这洗的都可以直接吃了。哎，这叶子可以炒吗？都有莴笋叶呀。对啊，等我洗一下吧。我的妈呀！待会儿再来几个一起洗吧，你真的是眼里有活儿。啊，这就干上了。对呀，刚才放在那儿放了一下午了，没人去理他，他到底来这就给洗了，我的天哪！我是来跟黄老师学厨艺的，感觉到了，就得打个下手。这能找吗？找不了，找不了，找不了啊！不是你得要这样架空，就是找不了。哎，没事，我来，我戴着手套。有人来了，来了，筷子兄弟来了。欢迎。炒好饭了吗？准备好菜了没有？真不让您来了。欢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黄老师，来，欢迎。毛氏红烧肉啊，我说好，谁点的蛋炒饭？我，这俩实在人真厚道，是吧？真好。哎呀，花姐，好久不见哦，我久不见。今天再上啊。哎呀，这是到你老家了，这是吧？到我家乡了。对，来，给你俩洗了杯子，来喝杯茶。来，辛苦了，谢谢何老师，谢谢。哎呀。刚才商量一下，啊，已经坐车累了，不能干太多。不是，就是大家来这些项目体验项目都是免费的，知道吗？哦，就是还有可能交钱的是吧？有，原来有收费项目。哦，是吗？今年我们比较良心，良心综艺。哦，先给你们煮点黑茶，泰丽再喝一杯来。啊，好。晚上你们点了红烧肉，蛋炒饭。
林花点了那炖羊炖羊肉烩菜，反正来的朋友你随便，或者愿意往这一坐喝会儿茶，我也可以陪你。你们一会儿玩体验农家乐，哇，把那圆白菜摘了。赶紧喝茶走吧，该借牛的借牛。就干上了已经。对呀、啊，还没摸清怎么回事呢。太逗了，这个。这些菜叶子都可以喂猪的，这些剩下的。这菜叶子可以喂猪的。哎呦，特别嫩，特别脆，像摘果实一样哈。王老师接一下，我先运回去。郝老师不要去，没问题，我背回去。走吧，郝老师辛苦了。好啊。这够不着是吧？扔吧，来，学一下，哎，就得这么着，哎，来，拿起套子来啊！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哎，来，王老师，来种阴击不暇的感觉，来，我俩你能接住吗？来，哇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以前我练魔术，哎，哥，老板来。哎，好嘞。你好，哎，石爷爷，你好。坐着聊。大哥是姓石。哦，您今年是多大了？63了。63。哎，石爷爷，你们家里有几口人啊？三口啊？那平常都做什么呢？种玉米。哦，种玉米啊。你们家的牛体力好不好呀？你好啊，你好啊，那正好今天我们把您的牛借用一下呗。好，太好了。Okay. 哎，还要问石爷爷，你借个那个犁，就耕地的那个犁一样。可以，我借。那行，那个好嘞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到那个再还回来您啊，犁完了还回来。好，谢谢，小心。往这边来，不用把它运出来，咱们就把它先切丝，好，切完再晒啊，再洗啊。对，我们把这个桌搬下来吧。好嘞，抬到这边来，并排在这儿，然后搬着小凳坐在这儿，给个这个完了之后，切完了往里放，切完了就往里放地上就行。觉得这个哇，里边这个，哎呦，哎呀妈，可以吃，这是有营养，可以吃是吗？你尝一下，把里边最嫩的也给你，你搬一下。瞧把客人给饿的，嘿，沙拉一样嘛，啊，最新鲜的，对吧？好嫩呀，是吧？我不排斥它是最新鲜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得洗一下？嗯，你最好的就是这个，嗯，最好的就是这个里边的小羊，你看，给王老师给你吃一个了。我不吃了，那个有点苦。你来，你吃，你觉得好吃吗？怎么吃不好吃？我也好吃。这是咱俩第一次合作切菜啊。嗯，这么多年筷子兄弟没一块做过饭。朋友们，筷子兄弟改菜刀兄弟喽。还真是啊，筷子兄弟改菜刀兄弟。看，哦，来了。哎呦，厉害！走，哇，三头牛啊，一个牛妈妈带俩儿子，高手啊，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哎，我庞庞，我不用，不行，这因为在那个地里穿鞋是走不动道的，他那个真是难走啊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你这个鞋肯定不行啊！我脱鞋下去，我准备。别，光着脚啊！我之前插秧的时候那个走不动，
那朋友们有经验了，说这个地穿那个套鞋走不动道的，就说。我觉得你们二位给我们示范一下吧。这是干啥？你看啊。哦。你别说泥泥好的就旁边。哦哦，我懂了，别让那个梨碰到割到腿啊。好，走起来。已经掌握了啊。可以可以，有天赋有天赋。对，我哥太厉害。你哥是带不走了，这哥带不走了。这哥带不走了。妹妹，鹏鹏你弄得很棒啊，牛魔王太有意思了。小心有石头。好，没事，来，咱俩，咱们两个人，来吧。走，好多石头。哦，这个地填还真不容易。你休息一下吧，要不？我哥好辛苦啊，他们一直感觉还有好多呀。这回才知道什么叫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好，最后坚持坚持。换人。不用，你看已经离了。哎，离了多少？打他一下。他可能要休息一下了吧。你这挠痒痒。乖乖乖乖过来，快乖乖。他不走了。走啦走啦，走走啦，早点收工回家吃饭呗。他累了，我们休息三十秒好不好？休息三十秒啊。30 29 28 27 26 25。现在在干嘛？休息一下。是牛休息一下。哦哦。13 12 11。那边的工作相当人性化，哎，休息一下，一直在商量，越缺越粗啊！不是我说你们，王老师，我的。4 3 2 1，走。哎呦，真可以哦，劳逸结合，好，走。哇，是真的懂人性。好，加油，黄黄，加油，小黄。好，哇，好，快了快了，今天能离完。走，好，行。30秒。那个，你俩歇会儿，喝会儿茶，我们来干火活。切下去那一刻，好爽啊！特别是厚的那个部分，切下去的时候，很解压。解压是。然后就注意别切到手，轻拿轻放。哎呦，你看这儿一个大虫子，哇！看见了没有？哇！这可以吃了，其实我觉得，虫子也不放过。我真吃虫子，你们吃吗？不吃。王老师，哎，快点做饭，王太利要吃虫子。给我，我吃。你们是什么人呢？虫子也不放过。我来干点啥呢？你来吃白菜心吧，我看啊，这不好多呢这儿啊。他们俩耕田，我也帮不上忙。林花，一会儿你帮我弄弄土豆、胡萝卜这些东西呗。胡萝卜呀？就帮我洗洗菜。行啊，哎，我有活干了。彩灯作为唯一的一只彩灯，三丫它孤独吗？在这儿？它不孤独。
他有他自己的世界。哦。哥。哦。哥。我来，我来，曾老汉，你上去休息一下。我来。来。拿宽点，拿宽点。嗯，我们休息三十秒，好不好？休息三十秒啊！庞庞，你把毛病惯出来了。四、二、三，这毛病惯好啊啊！下，我们把这牛还给石大叔，下次也得给你这样。是，十九，你看彩灯在那笑你呢。走，乖嘛，给点面子。拿点青草，我就逗着他呢。搞完棍子，吊着草在前面，他就走了。黄牛来，今天咱们快快的，行吗？喂，来了，你看这这好使，这好使。走。哇呀，这是个招啊！这一招可以。这招好使，哎呦，健步如飞啊，这是简直！哎呀，好，哎，这一招好使，好。我们今天晚饭之前，让他们对我们刮目相看。哟，哎，黄老师，您现在在电影学院还上课吗？你们俩谁电影学院毕业的？我电影学院毕业的。那你们俩怎么会认识的呢？当时？不是一学校，他当时在电影学院还上学呢。老王当时那个找我，他自己有个文化公司，他找我拍广告，他是我客户。哦，啊，就这么认识的，王总啊。嗯，王总公司的副总是他媳妇儿，就是一共俩人公司里。我处女座叫王老师发给我的。哦，嘿，哎，像这种处女座，其实通常需要特别伯乐的人才能，就一般都不爱用没有经验的人嘛。对对对，不敢，但是图便宜，当时他便宜，就便宜嘛，价格优势。原来是这样，价格优势。在这儿洗吗？哎呦，我天哪，真没少拿呀，你们可。这芹菜、胡萝卜。你去休息吧，我把这收个尾，好吧？好。完事儿了，这边。就在这儿吧。对对对，就放那儿就行。我还有人？不会吧？喂，你好。喂，我想点餐。你是谁呀？点菜的呀？我好饿。你好饿？你等一下啊，我叫服务员啊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来了，接电话。哦，他说他好饿，他想点菜。又有人？啊，又有人来了。有不劳而获的人来啊！咱们这准备一天了，有这点来吃的。老母鸡倒我是冰岛来的，一听广东口音。喂，I would like to have an Australian beef steak with a medium rare, please. 你可能打错了，我们这里是蘑菇屋，不是西餐厅。黄老师，他要澳洲牛排。什么东东？澳洲牛排。打错了。我就看明天几点起来，我就到你随时准备给我就好了。哦，你明天来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澳洲牛排我们明天看情况，如果有牛肉，我们帮你做一个类似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没有澳洲人吗？我点的是澳洲牛排。哦，你点的是澳洲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看看来不及来不来得及，让他去澳洲走一圈看看。对，那赶紧，赶紧。好，赶紧赶紧赶紧，好，马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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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特别喜欢你这种服务，真的特别喜欢。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接电话都是一口答应的。但是到时候明天具体能做成什么样，我们会随缘，好不好？随缘。嗯。OK， 那就小龙虾意大利面。小龙虾也可以是吧 ？Perfecto，Perfecto，I really love it。我好饿。我好像知道你是谁了。哎，什么？你是不是三个字的名字？
你是不是很帅？我是五个字，但是我就挺帅。你是很帅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唱歌跳舞都很厉害？一般一露馅了就挂电话，这都是对，要快露馅了挂了。好，明天见啦，明天见。为什么会知道是我的？为什么会知道是我的？明天有个大帅哥要来。哦，是吗？我听出来了，陈伟霆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我先把羊肉炖了。香味儿已经出来了，而且这个香味儿吧，它就是那种就是农村做饭那种香味儿，它混着那种柴火味儿。林花来了，要胡萝卜吗？那土豆和胡萝卜弄好了，给我拿进来啊！土豆、胡萝卜好了，快拿进来，别聊天了嘿。胡萝卜来了，啊，你的羊肉，你看看，是这个吗？哇！啊，把胡萝卜先放进去。味儿挺香的啊！土豆，快点来了，好了。好，好，来，来土豆。哇，土豆，这个绝对是蒙古族的菜，这大盘鸡吗？所以他这林花点的羊肉，哇，这个又学到了一招。什么呀？什么一招？要在砂锅里再给它熬炖，再炖。小欧，小欧，我知道很香，我知道你闻那个，哎，这家伙，你这狗闻着炖羊肉不要命吗？小欧，小欧，香不香啊？嗯，宝贝。哎呀妈呀，这炖肉味太香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会儿给你吃，我一会儿给你吃，好吗？你现在别在这起哄，然后闻一闻，享受一下味道，闻闻味道，过过瘾行了，别烫着你啊。好了，要休息啊。刚刚起步嘞。哼。好了，我们动起来。嗯。啊，走了走了，哎呦，来了，走了走了，还要表扬他，好，兄弟，好，好，终于在鼓励那个声音和鹏鹏，加油，好，哇哦，棒棒的，黄黄加油，小黄 ，good good good， 英文都上了，中西结合，好，啊哟，走，走，哦，好多石头。啊，走！哎，鱼，没，哦！今天这个牛干完活之后，以后就不会了。这个牛，因为没有人让这么吆喝，它不行了。好，给我吧。对，这个弄完就差不多了，感觉。
曾老师，哥，我可能得回去换个衣服了。啊，你咋了？摔了一跤。哎呦，屁股好凉啊！哎，你赶紧换衣服去。好，我每次这个跟地有关的事情啊，就得先做一下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跟了得有三分之二了，一大半都没了。对啊。石老叔，谢谢你们俩。今天太出活了，鹏鹏，来消一下毒吧。你咋了？滑了一下，脚破了呀。没事，不疼不疼。还好，啥都疼是吗？我怕疼吗？我怕突然疼了。不会疼，没有。建议你穿个袜子，再隔一层，不然不干净。那我要不要换双鞋啊？换上鞋。啊，鹏鹏，你腿好粗哦！在减肥啦。这应该不是他想听到的夸奖。不是，是减，是这个裤子的原因。啊，是吗？健身的。坚持说是裤子的原因。黄老师，这是新朋友吗？对，这个是叫万和热水器，是吧？碳氮双黄，直驱变频，无极变声，微焰燃烧。烧红烧肉，过一下油。今天相当丰盛啊啊，朋友们。啊，对，挺丰盛的。我把它油逼出来以后呢，啊，我就放糖进去啊，开始炒它啊。对，哎，有点色了哈。上点酱油，真漂亮，看着。好，炖一会儿。好，这时候就进入它正式的红烧肉的阶段了。其实之前 Angelababy 点哦，是吧，也点红烧肉啊。对，后来回去之后他也吃，小明还给我发微信问我怎么做的。你看我一直站这儿学呢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到砂锅里去炖。然后最后再炖，炖完再炒，炖完我再来收这个汁，把它的那个汁收进来。所以呢，好吃的红烧肉呢也有好几道工序。哦，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促进我们夫妻感情的一个办法了，红烧肉是吧？对。随着外边温度的变低，厨房里越来越热闹了。都进来了，大家都愿意挨着锅里来了。这个要怎么切？我来切。好利落，啾啾啾！等下再拿点柴进来。好，我去。曾毅又在干活吗？这个帮我洗洗呗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去找两个那个窝水，来得及吧？我觉得人多可以多试点。哦，我来洗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这个窝水要削出来。来了个能干活的。还有啥？再来一点啊！来来，王老师，给你拎壶都拎过来了。哎呀，好感人！哎，曾老师可以啊，连壶都给你拎过来了。这个，喝完再来一口。这茶有点渴了吧？哎，实在就找不着活干了，现在。下岗啊！应该还挺好吃的，因为放点大蒜子。在永久的等待，树叶绿了又黄，你还没来，等待。世界上，你是我的。
他俩坐在这儿还真挺有样的，兄弟。能不能别做出这种特别明显的等吃的感觉，就稍微有一种聊聊人生啊，然后走点，哎，走点，这太像在等饭的了。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一下这个叉烧肉怎么做了，我要笑死了，快了，快完事了啊，有点想起来小时候围着锅转的时候那种回忆了。我来把蛋炒饭炒了。全下来，咱们今天就这么多饭是吧？对，大家都觉得不够吃。没事，你们可以多吃点，我不会多吃。是吧？你真不会多吃？我不会多吃，很好吃的。我发过的誓，不是我立下的誓言，不会打自己的脸。是吗？你不都不接戏了吗？你吃胖点吧，还是？现在刚好，差不多能接上。鹏鹏没事，妹妹在洗碗。妹妹在洗碗，妹妹。你记得拿七个正常的碗，再给哥哥拿一个这样的碗，因为哥哥只能吃一碗。好 ，everything done 啊，是吧 ？everything done， 好了，上菜吧。哇，是吧？哇，绝了，这绝了！哇，这桃正宗啊，真的，这就是，这完全就是餐厅里做的。对，期待已久，炖羊肉，哇、哦，这才叫色香俱全。哇，哎呦，蛋炒饭，哇，厉害，开心了啊！赶紧，欢迎，哎呀，谢，欢迎我们的筷子兄弟，谢谢，还有凤凰传奇，谢谢，啊，我们都是听着你们的歌。快乐的成长的，快乐的生活，欢迎你们到我们的蘑菇屋向往的生活啊！欢迎，来，开心，辛苦了你们，大家辛苦了今天。哎，我们的幸福生活，来，快吃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哦，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哇，啊，哇。再来个胡萝卜。我在遥望月亮之上，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，太好吃了，我要先吃一个我点的红烧肉，我来块肉呢，全程看着它长大的这红烧肉，胡萝卜，你是我的小苹果，怎么爱你这玩意儿还不腻，还特别不腻，因为我把油走掉了。这就是 baby 吃那款，上海的红烧肉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吃。鹏鹏，小杜在提醒你只吃一碗饭。鹏鹏只吃一碗饭。我上午就叫他提醒，我说鹏鹏是要晚上八点提醒的。哎呦，完全忘了崽子们，宝宝们吃饭了。这么热闹，兴奋了。宝宝们吃饭了，给你们吃麦福迪双拼粮。哎呦，你看这里面真的有牛肉粒，看到没有？这也太幸福了吧！来，一个个来。来，首先谁那个小朴吃了啊，小朴吃了，记住小朴吃了，哎，快！我懂了。好，哎，剩其他两个控制住，让他一个人吃。走，小朴，你吃我，小朴，哎，快，爱你，让姐姐吃一点，来。
主要他们那里边真的有牛肉粒，所以他们吃的就是特别的香，太香了。这狗粮叫什么牌子呢？麦富迪。哦，这里边真的有牛肉粒。啊，你也吃的真的有猪肉粒的。这绝对真的猪肉粒吧？我们这子枫最爱吃红烧肉，上次来也是要吃红烧肉。妹妹，再来一点。再来一点。好多呢，妹妹，多吃点啊，不然待会儿全被你哥吃了。他真的没吃啥肉粒。他等着呢，他是这样，他刚才特别懂事，说让客人先吃，他的意思是你们吃完就全是我的了。你们还要饭吗？不要了。我们真的都不吃了。真的吗？我吃了两碗饭。你们都不吃的时候就是我吃一碗饭的时候。哎呀，我说实话真的浪费粮食不太好。他已经盛了好几次饭了，他那个大碗都一满满了，其实基本上。不是，我立下的誓言不会打自己的脸，不会打自己的脸啊。没事没事，盛吧，都盛出去吧，别浪费了，别吃那么多，吃那么多胖了。哎呦，会吃啊！最好吃的就是那个汁儿汤。哎呦，看来我小瞧你了。你等你让大家先看一碗饭啊！哎，这是彭彭那一碗啊。前面吃的不算啊。没有，真的，前面没咋吃，真的。哎，有红烧肉吗？有一点吧。嗯，我把瘦的这只吃肉，肥的给他爱吃肥的，我给他再加一块。你也尝一点吧，你跟孩子饿着。哎呦，你们到底是让他减肥哦，还是多吃一点呢？吃吧，是吧？应该的。今天种水稻弄的犁地啊，比牛都辛苦。没牛辛苦。咱俩帮林花把床铺了吧？啊。啊，鹏鹏真的显小哎，你真的比你二十多岁啊，但是你比二十多岁还要显小，是吧？嗯，24岁，24，嗯，好年纪，本命年啊，不，今年25了，25，我今年本命年，我是1971年，曾毅是哪年的？73啊，73，但我没有一直就是24、25、26，我心里暗示是这样的。我也是，我也不从来不意识我这么大。我是觉得哪一个年纪过得最那个呢？就是在15岁、16岁，青春岁月到20岁的时候，人家问你多大了，想就虚报一岁。比如说你16了、17了，就虚报。真把人家就是把你看着就是太小了，小孩儿。20岁一过以后，你看他冲一下就25、30，就奔30，真快，真快。你现在是三十几，39四十了，39、40了也，我80年的，那明年40，你别，你现在算40啊，我40了，你算40，虚40就是多，而且男人要过久不过时，对，40个年头了，嗯，对，我今儿过生日，啊，今儿，今天啊，我4月14号我生日，哟，哎呦，对，忘了说，今儿是你40岁生日啊，哎呀，何老师，哎，香港没说，今儿是他39岁的生日。哎呦喂，我刚才居然给忘了说了，因为我过了个阴历，然后今天我都忘了。我现在就来敬杯麦子茶。我太有意义了，我太棒嘞，我太有意义了，我这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谢谢，欢迎你加入40家啊，像你们一样年轻，现在过了40岁有。今儿你说这也没人知道，这段不播吧啊，这段别播啊，年纪不播，25。我就先，你先去冲一下。哎，我先去洗个澡去。行。哟，这添了一个热水器。啊，这么晚还有人打电话，接一下，接一下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好，
我是明天的客人。姐姐，你不要捏着鼻子说话了。是妹妹。他说他是妹妹。姐姐，我特别想吃三杯鸡。三杯鸡。哎呀，先答应没事。四川。好的，还有什么要点的菜吗？还可以点别的呀。如果你不想点，也不用点了。姐姐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是妹妹，说过很多遍了哟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的，好的。他聊得很开心哎，彭彭。没有没有，他的声音好奇怪啊。啊！全哼啊！回来了。你上哪儿去了你？我吃多了，我去走走就遛狗去了。溜达一圈啊！小时候就有这个梦想，牵四只大狗。哦，你牵了四只狗出去了？对，四只小的，扭在一起了。下次我就两只两只的带出来。哎，人齐了，你们可以玩刚才那个，用唱吧 APP 为大家演唱。这什么歌啊？最炫小苹果，他们四个人一起的歌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认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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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快转调。谁唱的？他们不是原唱吗？我们是原唱，就唱过一次。不是，根本就找不着调。谢谢，我觉得再见吧。太难，这太难，这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对，唱一段蒙语歌吧。好，可以啊，长调那种，好好听。阿里托特洛恩，阿尔查托波拉，阿米多波拉哈。哎，吃多了顶着劲儿了，哈哈，真棒，太好了，而且就是那个表情跟腾格尔也很像。对，腾格尔唱歌有类似的那个表情。对，这就是个民歌，这算长调吗？哎呀，我觉得我应该是真正的长调，我拿不下。我就来胡麦，哎哎，曾毅来胡麦，曾毅很会唱胡麦的。来，你凹一个，来，我给你配一个。我的吉里山那吉里山。再呼一个，我都憋了半天了，嗓子坏了。就是蒙族啊，这真是他有一种就是在草原上的感觉。是不是一点不懂得修饰？不是不是，就特别好听。他就是有一种他大，对，线条都是往外走的。对对对，蒙族的舞也漂亮。要来段？哇！啊，他舞蹈就是这舞蹈专业是吧？怎么那么厉害啊你？你需要伴奏吗？鸿雁啊，来来，鸿雁鸿雁，小度小度在呢，我想听鸿雁。收到，呼斯棱鸿雁。鸿雁天空上，真好看，真是哇，好美哇。继续，快，好好看。江水长，秋草黄，草原上琴声悠扬。真好看。好了，
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棒，真棒！哇哇，不是，酒喝干怎么表现？酒喝干，是那个意思，应该何老师那意思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小野，你相信平行时空吗？相信啊。那你觉得平行时空现在的你在干什么？我想应该是关注芒果 TV 原创频道，每周五晚6点更新，给生活加点盐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。不是，酒喝干怎么表现？酒喝干。是那个意思，应该何老师那意思。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游戏，就特别简单，这个叫18个是非题。我呢就在这个手机的备忘录里面，我心里想一个人或者一个事，你们大家轮流猜，就看你们能不能在18个问题里猜中是什么。然后有把握猜中的那个人，你如果你觉得正确答案了，你就说你要猜。好，明白。如果你猜对了，你就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做一件事情，好吧？好，从你开始吧。是我们这里的人吗？是。完了，我要猜。你已经知道了，肖央老师。你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做一件事，太没意思了。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来来，喝喝喝，来来来来。太失败了，我不要从你开始了，我从黄老师开始。肖央？不对，不是。那你要喝一杯，你这已经不是是非题，你就直接猜了。对，先喝一杯。好，然后鹏鹏。他是人吗？不是。他是动物吗？不是。他现在不是人，不是动物啊，然后也不是肖央。好，我是第三种的。是我们喝的吗？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奶茶，奶茶，奶茶就是特仑苏。妈妈，不是，这是奶，这是奶，这有机奶。你一直以为这是奶茶呀？这是奶。我知道啊，可是。把它倒在茶里面，它就是奶茶呀。那你得先说，你得说它是，肯定它不是奶茶呀。是特伦苏吗？对。那其实就是我就是跨过了，我因为我把它倒在这里了。何老师，这次你给他们来个正经难一点的吧。正经难一点的，我来一个巨难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弄好了，这回从泰利开始。请问是人吗？不是。请问是？喝的东西吗？不是。它是一个我们经常会用到的用品吗？不是用品。不是。不是用品。它是动物吗？不是。是食物吗？是食物，还不是常用的。是我们这个桌子上的？不是。我今天有吃过吗？没有。不是。是荤的吗？嗯，有，里面有荤的成分。成分？炒了个菜。是那个炖羊肉吗？炖羊肉吗？
我们今天没吃过不说了吗？今天没吃，我刚才忘了，没听见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所以我每次都最后一个我来喝，对吧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以后不过生日了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指定座驾，一汽丰田卡罗拉双擎一家，纵情无限。向往的生活推荐 APP， 唱吧手机里的 KTV。向往的生活甄选产品万和热水器，全球5000万家庭的温暖选择。向往的生活指定产品道道泉植物甾醇压榨菜籽油，让饮食更养生。现在已经是第9个问题了。你先问他是给人吃的吗？对，是给人吃的。是。这个东西是两个字吗？不是。是这啥情况？快快快！是炝炒大白菜吗？不是说今天我们没吃过的吗？没吃过呀！应该祝你生日快乐了，应该。11个了啊！妹妹，你问是不是主食类的？是不是主食类的？我给点方向吧，可以饱肚子，但是不能算主食。还有6次机会啊！树里面带点荤，是3个字吗？不是，是油炸食品吗？不是，其实黄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。可以饱肚子，但是不能算主，不是用里面有荤的成分。是3个字吗？不是，是油炸食品。不是，这个问题特别好。不是，你问的是不是甜的？是不是甜的呀？是，甜的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别着急啊，朋友们，哎，朋友们，甜的不是2个字，不是3个字，我们不是经常每天会吃的，但可以饱肚子的，只有三次机会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红薯，红薯。红薯是俩字儿啊。那知道生日蛋糕，很有可能是生日蛋糕啊，是不是跟好，很有可能是生日蛋糕。你来问，不是3个字对吧？不是3个字，生日蛋糕。那我再说吧，是4个字吗？是生日蛋糕。天哪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马上12点啊。对，12点刚刚过，正好12点，真的是12点。哎呀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他已经满了39岁，步入到马上要40，第40年了，人生第40年。来，40是个很重要的。哇，真的还真有啊，真的有啊，好用心啊！我们刚刚派专机去那个长沙弄来的。对，哇塞，那这贵了，这个。这个不是贵了，这是心太满了，真的。而且何老师这个提出的也恰到好处。各位导演，这次你给他们来个正经难一点的吧。正经难一点的，我来一个巨难的，好不好？好感动哦，我怎么觉得像我自己过生日一样啊。哇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你
必须坚持到我们唱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慢慢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还有四遍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逍遥生日快乐。哎呦呦呦呦！我们每个人啊，我上次被抹还20岁的时候，来抹一下，抹一下，来来来。好好建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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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乐，快乐！哎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助手，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向往的生活特别赞助美颜秘籍美颈凝白系列，科学美白，安全淡斑。向往的生活特别赞助好爸爸洗衣露，有害家庭安心之选。看得见的牛肉粒，吃不够的麦富迪，感谢麦富迪对向往的生活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漳县慕容镇翁草村田野调查。又到了一年春耕的时候，当地的稻花鱼就来自于稻子种植的田里，我们也需要先把家里的地耕完。今天下午，鹏鹏就在村民联络员石世海大哥的帮助下，去石世宝老哥家里面接到牛。石老哥家里有一头大牛，两头小牛。大牛做啥事儿，小牛都跟着。宝宝跟着。犁田这件事情看似很简单，实际却需要跟牛有巧妙的配合。嗯。还有一定的耐心和技术。他可能要休息一下。鹏鹏还一不小心把脚扎破了。破了个洞。这样的体验也让我们对锄禾日当午、汗滴禾下土有了更深刻的感受。嗨，我们离吃饭又近了一步，走。在寨子里的生活的时间越长，我们跟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的熟悉，彼此之间互帮互助也会越来越了解了。向往的生活，哎，到了吗？下期看点。哎，你好，伟霆吗？是啊。哎，你好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到了大城市。我们有多少钱？有的是。哎，别买这个葡萄，这葡萄太贵。好甜哦，哥。是吧？好吧，吃吧。伟霆也是，现在正在泥塘里边。右边，走。拉着这只牛，跟着婆婆门儿。咦，嗨。宝贝 ，Hello， 张君宁，你忘了？这是开还是关？关，开，是开，别懵了。为什么是开啊？你看看我刚才很明显了，我你不会成为你开关，开是关，明天走都别告诉他。我来插播一条广告。说起妮妮啊，何老师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节目呀。我们这里有人跟妮妮合作过吗？嗯，我合作过。对，你合作过什么戏啊？跟妮妮？对，一个在东北那个长白山上演的一个电影。妮妮、张震、廖凡、李光洁、黄觉，还有王特立，演了一天，又演一场戏，一场戏啊。主演的一个电影《雪豹》，这是反映我们公安这个森林公安。的在那个一线，怎么样？这个打击犯罪的故事，拍得非常的好看，大片的叫《雪豹》，叫《雪豹》。这个电影现在已经在全国上映，希望大家到影院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但是确实啊，跟各位来的朋友都说一下，凡是来过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您将保留3次，在本节目未来3年保持做一次个人宣传或这个剧宣的，就人不用到啊，人不用到，人不用到。哎呦，太有人性的节目了。